继续加入凤凰早班车，带您关注时事要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六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追悼大会。大会通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现场直播，举国上下各族人民沉痛悼念江泽民。12月6号，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主席台以银灰色为底色，台口上方悬挂黑底白字横幅“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彩色遗像。江泽民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遗像前的鲜花翠柏丛中，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冶萍率全家敬献的花篮摆放在江泽民同志的骨灰盒前，六名礼兵持枪肃立，守护在两旁。主席台两侧摆放着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等，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敬献的花圈。大礼堂二楼挑台悬挂的黑底黄边白字横幅上写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三楼挑台悬挂的黑底黄边白字横幅上写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主席台下两侧摆放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解放军各单位和武警部队、中管金融机构、中管企业、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各省区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江泽民同志家乡生前友好等敬献的花圈。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等参加大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光辉的一生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六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全体首先默哀三分钟。默哀。之后奏唱国歌。在全场凝重的气氛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悼词。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首都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极其沉痛地悼念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此时此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乡村、学校、部队、街道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我国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人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也都同我们一道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寄托我们的哀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失去了江泽民同志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感到无限悲痛。世界各国人民、各国领导人和各方面国际友人也表示深切哀悼。习近平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光辉的一生和建立的丰功伟绩。他指出，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新征程上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一定要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推进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新征程上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在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新征程上一定要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新征程上一定要准确实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上一定要坚持胸怀天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江泽民追悼大会6号上午10点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悼词时，赞扬江泽民是卓越领导人，不仅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时，江泽民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中国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推动两岸达成92共识。也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悼词。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表示，江泽民同志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特别是党的13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提到，1985年后，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他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强调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习近平说，在党的13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仅仅依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力维护上海稳定。习近平表示，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同年十一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习近平赞扬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中国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习近平又提到，江泽民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九二共识。他领导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习近平说，江泽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提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要解决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逝世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习近平表示，江泽民强调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江泽民亲自领导和大力推动下，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江泽民同志深刻洞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主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他强调，我这些年集中精力抓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军能否打得赢不变质。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习近平并表示，江泽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做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十三年中
领导中国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中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战胜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等，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江泽民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了鲜明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江泽民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习近平指出，江泽民的逝世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江泽民的遗志，以实际行动表达悼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谱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新征程上一定要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对人民无限忠诚，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新征程上一定要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坚持胸怀天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不可避免会遇到许多复杂情况，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的对立和斗争，经常考验着每个党员。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掌握历史主动，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鸭，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他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江泽民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明业绩
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心中。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江泽民追悼大会六号上午10时55分在国际歌声中结束，习近平等向江泽民的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习近平致悼词后，全场向江泽民同志深深三鞠躬。上午10时55分，追悼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向江泽民同志的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参加追悼大会并送花圈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老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江泽民同志治丧委员会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代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约5000人出席追悼大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莫斯科时间六号傍晚，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来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吊唁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星期二，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吊唁部长刘岩。梅德韦杰夫说，在他担任俄罗斯总统和政府总理期间，多次与江泽民同志见面和交谈。梅德韦杰夫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促进中国的繁荣稳定、推动俄中关系的发展、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进步所做出的重要的贡献。梅德韦杰夫强调，江泽民同志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江泽民同志也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的朋友，是俄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推动者和俄罗斯文化的爱好者。Я только что выразил соболезнования в связи с кончин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бывшего 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товарища Цзян Цзиминя. Он был круп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деятель.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внес в развитие нашего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Он был человеком, который стоял у истоков создания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Я помню эти дни, как раз был в делегац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Цзян Цзимин был большой друг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Он хорошо знал русскую культуру, даже пел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 поэтому для нас это и такая личная, безусловно, утрата. Прошу передать слова глубокого соболезнования всему кита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от имени парт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от имени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скорбим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当天的中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驱车赶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吊唁厅进行评调。拉夫罗夫指出，向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凤凰卫视卢宇光、夏维、尹力，莫斯科报道。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德斯科特、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和多国驻法使馆的代表6号前往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吊唁江泽民。法比尤斯积极评价了江泽民生前为推动中法关系发展和维护多边主义所做的贡献。当天，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降半旗致哀，设灵堂悼念江泽民同志。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德斯科特、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在卢沙野大使的陪同下，先后在吊唁大厅向江泽民同志一向鞠躬默哀，并在吊唁簿上写下悼词。法比尤斯在采访中表示，自己曾在担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期间接待过江泽民的到访。他强调，江泽民为致力于中法关系的发展、维护多边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Il a travaillé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ces relations et me rappelait souvent que c'était le général de Gaulle qui le premier avait reconnu la Chine. Il était très attaché au multilatéralisme et je me souviens physiquement de ses lunettes. Comme ça, on a des souvenirs qui ne sont pas simplement des souvenirs entre hommes d'État, mais aussi personnels. Et non, c'était un homme que j'ai beaucoup apprécié. 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曲星以及多国驻法大使等代表也在当天来到使馆吊唁，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哀悼。凤凰卫视金亮莫野巴黎报道。南非各界人士表示，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是中国和南非关系的缔造者，他为推动两国友好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南非各界就江泽民逝世表示哀悼。 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南非外交部部长潘多尔和外交部副部长德拉米尼前往中国驻南非使馆吊唁江泽民，并在吊唁簿上留言。姆贝基对江泽民的逝世深感惋惜，他表示：“江泽民是南非人民的好朋友，也是南中和非中友谊坚定的支持者。” As South Africans, and I think as a continent also, we can't forget. That here we've lost a genuine friend. Somebody was really dedicated to making sure that you build a win-wi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潘多尔表示，南中关系的强劲发展离不开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两国历届领导人的贡献。Former President Zhao will be primarily remembered. As a renowned thinker and statesman who led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outh Africa-China Binational Commission in 2001, which bolstered the cordial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南非外交副部长仅代表南非人民和政府就江泽民逝世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哀悼，并向江泽民的家人表示同情和慰问。 Send our condolence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also the families for the passing away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姆贝基指出，江泽民是南非人民的好朋友，也是南中和非中友谊坚定的支持者，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世界级领导人。他的去世是南非和非洲一大损失。凤凰卫视沙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应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7号到10号赴沙特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将出访沙特阿拉伯，除了双边会谈之外，还会出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峰会。而当地社会也希望这一次的峰会能够促进双方更广泛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一起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在当地的走访报道。这里是利雅得市中心的商务区，作为20国集团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城市现代化的一面时刻体现出这个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300亿美元的经济实力。但这里也是利雅得，在老城区的巴塔集市，到处都可以看到求职或是寻求商机的当地居民，以及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移民。同样是生活在这个石油王国，这些基层民众用来养家糊口的工作很多都和中国有关。这家鞋店主人告诉我们，这样一双售价35沙特里亚尔，相当于65元人民币的运动鞋，他每周可以售出超过150双，很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而在这家销售互联网宽带路由器的小店，店主人也称赞中国制造的产品给自己带来了好生意。但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元素远不仅仅是这些。两国在2021年的双边经贸额达到了873亿美元，与1990年建交时的4.18亿美元相比，增长超过200倍。但从庞大的双边贸易额中，外界也看到相对狭窄的基础面。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的产品中，95%以上都是石油、塑料和有机化学品。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也在寻求实现2030年愿景计划。希望通过开发新行业摆脱本国经济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因此外界也在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阿拉伯的2030愿景计划将如何更好的对接。曾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瑞士人魏克1年多前来到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吉赞省，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当地政府吸引到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当地的基建和多元化产业发展。其实我可以说一件事，我觉得沙特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这个他对石油的依赖性太大了，就是所以他现在就是肯定他的经济结构肯定需要调整，所以他们我所在的项目就是一个工业厂，算是一个工业厂，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也是要把这种新的一些产业发展起来，或者把一些上游的一些产业发展起来，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个国家的一个目的啊。比如说旅游啊，我们看在内蒙旅游，当然最好最重要还是有生产新的企业要带进来。然后呢，他们如果你要去研究这个事情，那还是要看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做的最好的啊，在这个发展产业。确实做得最好，所以他们都在看，都在学习，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希望就是招进来这些企业，能有一些中国企业到这边来投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其实中国不仅仅是同沙特阿拉伯的经贸关系在不断的发展，中国目前已经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以及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年经贸额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元，而且增幅也是非常显著的。凤凰卫视曹杰、安光系利雅得的报道。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一会儿见。欢迎回来。
香港新冠疫情单日确诊数字继续在高位徘徊，输入个案数量更是持续增加。而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正在香港中环现场的记者王叔去了解情况。王叔你好。杨子你好。王叔，近期香港疫情呢持续升温，会不会给本地的医疗系统带来压力呢？好的，杨子。那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那近期呢疫情的确诊数字是徘徊在10000宗左右。那昨天单日就新增了9952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而其中呢725宗个案是输入个案，创了第5波疫情以来的新高。那随着确诊个案的不断增加呢，也就是意味着入院的人数也是持续的增加，给香港的公营医疗系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那我们可以从数据看到，那从上个月初呢，香港的确诊新冠肺炎入院的患者是1800多人，而在近这个月的这两天已经上升到了3000多人，而隔离病房的使用率已经超过了一半，二线的隔离病房使用率也是超过了1/3，而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使用率更是超过了70%。有急诊室的医生就担心，如果疫情持续，香港的公营医疗系统可能会爆包。不过香港医管局就表示，目前其实还有足够的病床，未来也会将这些确诊患者转移到私家医院或者是一些暂托中心进行分流。虽然香港的疫情持续反复，不过在疫苗研发方面呢，却有一些好的消息传来，由香港大学、厦门大学、北京万泰生物研发的喷鼻式疫苗呢，已经完成了3期实验，那有望在未来半年呢生产2亿剂。那有份参与这个喷鼻式疫苗研发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表示呢，这个虽然这款疫苗是以原始的新冠病毒作为研究基础，但是根据实验结果就可以发现呢，在使用这个喷鼻式疫苗，如果之前接种疫苗的人士再使用喷鼻式疫苗的话，它的预防感染，它的这个有效率是高达了80%，即使没有接种疫苗，它的有效率也是超过了50%。那袁国勇希望香港可以早日的来使用这个喷鼻式疫苗。而这个喷鼻式疫苗呢，虽然暂时未知这个抗体的有效性是持续到多久，但是呢，目前已经确定了它的这个适用的人群以及适用的这个范围。比如说人群就比较适用于一些高危啊长者人士，而这个使用的范围呢，则是曾经接种过2剂或者是3剂新冠疫苗的人士。那香港呢，也会向药厂进行申请，有望能早日使用这个疫苗。那以上就是我掌握的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杨子。好的，了解，也谢谢王叔带来的相关消息。疫情加速了全球的数字化趋势，也加快重构着世界的创新版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亚洲正在成为全球知识产权增长的最强大引擎，而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当中连续10年稳步提升，已经发展成为创新强国，有机会要向世界介绍中国经验。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人类的生活生产造成了巨大影响，却没有阻止这个世界创新的脚步。从虚拟技术到电子商务，疫情加速了全球的数字化趋势，也倒逼着决策者重新思考新的商业模式。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看来，亚洲正在成为知识产权创新的主要引擎之一。他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透露，作为首位来自亚洲地区的总干事，执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亚洲的这一成长势头。I think it's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for me to serve WIPO as the first DG from Asian region. And I think it's probably quite suitable as well because Asia has become a powerhouse of IP and innovation. Last year, 7 in 10 IP was filed from the Asian region, which means that Asia has become the biggest engine for IP growth. 在邓洪森看来，亚洲的文明传统从来不缺乏企业家精神，而近年来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政府对初创、中小企业等创新活动的扶持，都是亚洲创新活跃的动力。这一特征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过去这50年，中国知识产权创新的惊人变化让邓洪森印象深刻。他表示，有机会还要向世界推广中国经验。In fact, next year WIPO will celebrate 50 years of relationship with China.So I think we will have a chance to showcase and to bring China's experiences to the world. But in the last 50 years, China has really transformed into an innovation powerhouse. China now is the number one filer of IP in all IP categories, from patents to trademarks to designs. 此外，在科技集群方面，中国目前拥有21个，2022年首次赶上美国，并列世界第一。其中，深港穗蝉联世界第二大创新集群。对于位列其中的香港，邓洪森介绍说，凭借中西交汇的独特优势，这里不单是金融中心，也是联系全球经济的超级连接器。
在位于香港6个小时飞行半径的知识产权办公室，去年收到了超过全球60%的申请，而香港本身创意活动也在去年增长了将近10%，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这显示了香港的科技已经确实走向世界，这些数字也是香港成为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的明显例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一会儿见。欢迎回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惊奇时刻。自从1990年代英语成为越南学校必修课以来，已经成为越南最广泛教授的外国语言。日前，河内有一群老奶奶也加入学习英语大潮。每个星期二，79岁的越南奶奶阮世禄都会同河内一群银发族朋友一起学英语。她说，这能帮她扩大交际面，脑筋更灵光。Never too old to learn English. Các bác lớn ấy thì cũng nên cố gắng học, bởi vì học cái thứ nhất là nó không trì trệ cái góc, cái óc của mình, và nó luôn luôn hoạt động. Thế cho nên cái đầu óc của mình đã hoạt động thì nó không bị lẫn rồi không bị vào đi vào đường này, đi ra đường này, đi đường kia. 他和班上的银发族同学一起大声跟读，努力让自己的发音变得完美。毕竟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难的。他们的老师今年30岁的冯世安和一群志愿者业余开办了这个免费的银发族英语学习班，目前已经有200名学生。Ở cái lớp tiếng Anh của người lớn tuổi này thì các bác thực sự đã cố gắng rất là nhiều, đã nỗ lực rất là nhiều để có thể có được cái ngày hôm nay. Ít nhất các bác cũng đã có cho mình cái vốn từ vựng nhất định và có thể dùng tiếng Anh có thể ứng dụng trong hàng ngày.阮世禄回到家也不忘复习，并在英语较好的丈夫指导下练习单词。她表示，尽管有时有挫折，但当孙辈和她练习口语时，她感觉很开心。研究表明，学习一门语言对保持和增强认知能力有帮助，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6号到访英格兰南部城市卢顿期间被人扔鸡蛋，而当地警方拘捕一名年约20多岁的男子。查尔斯3世当天到卢顿参观一条新开的铁路，并且到一个锡克教庙进行拜访。他在圣乔治广场和民众交流时被一名男子扔鸡蛋，查尔斯3世随后在保安的保护之下离开，而涉事男子当场被警方拘捕。白金汉宫方面暂时未有评论有关事件，而这是一个月内查尔斯3世第2度被扔鸡蛋。上个月，查尔斯3世与王后卡米拉在约克郡参加活动时，也遭到抗议者扔鸡蛋，而涉事者其后被警方逮捕。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再会。